迄个咱用吼，用对80页，即嘛，即个是比如战术攻击中共19如安尼。啊，即嘛，阴暗是，比如输主秀王，用对只去，卡下，比如输主秀王，虽所至处，不惊不畏，菩萨应力清净持戒，真实智慧，虽所住处，不惊。贵安尼，即嘛，即个地气就比如迄个西，迄个即个苏含西，哈，共因素共意思安尼。那么即个讲亲像西啊王，菩萨的人啊，菩萨咯。即嘛，即个讲菩萨亲像西安尼，啊，亲像西讲，因为西有。威用无比，在迄个个动物中，会使讲狮子王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动物的禽兽中哦，是以狮为王安尼，哦，但是伊最凶猛安尼，最凶猛，譬如讲，伊搁在勇敢无比。所以伫深山内底练，吼、哦，伊无论要去到底，伊拢袂要紧安尼，拢袂要紧。即、這个咱也是个有一个，迄、那个个动物奇观吼，因内底有种个，我那有看到迄个出现迄个狮啊，即个镜头出来。啊，伊讲山伊要去到底，啊，无论遇到什么款的禽兽。为了什么禽兽？应该是禽，伊较袂遇到，遇到什么款的野兽的野兽，但是伊拢总袂惊遐呢。因为有时阵狮子来个吼，因吼、哦，啊，即嘛规个迄个动物就伫边个惊去甲伊夹着呢。啊，即嘛进来等于讲，伊要前进，拢总无惊遐呢。但即马即个讲菩萨，应该是有那亲像狮啊呢？谁那个亲像狮啊？因为伊有骨足，即马要注意哦。菩萨的亲像狮啊，伊的重点就是骨足、清净持戒，啊，甲有真实的智慧。清净持戒，当然咱有计讲三不老学的重点，就讲戒定慧。心内底吼，持戒清净，还佫有真实的智慧安尼。菩萨道、菩萨行一定系安尼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佮讲安尼。所以在这个生死中，譬如讲菩萨，伫这个六道生死中吼，看伊要去对，伊拢随便会当去安尼。啊，再来讲，伊即马要去甚物所在，伊去的重点是要从啥？即、这个咱有哪知影者？讲伊要担人间度众生，还是伊要去天顶度众生？即嘛，咱来讲下人间内底善知识，就是菩萨，真正菩萨哦，毋是假啊菩萨。啊，若是讲伊要去像文殊菩萨，就去龙宫，去龙宫度众生安尼，度海即个海莲王甲莲镜呢。好，啊，若假使讲伊有诶是去即个个四天龙天，啊，即、这个人间若无佛法的时阵，伊较来出去做即个个明君，啊，甲来创礼教。譬如讲，当时咱佛这个佛法还未传过来咱中国，可
孔子就伫这边先创礼教，而且中国现阿弥佛法，这个菩萨来出去做明君，比如讲尧帝、舜帝，啊，甲这大禹，好，伊拢会当领导群众，啊，伫伊个这个个座下在万民，拢总受着伊个庇荫，所以拢总天下太平安尼。好，尧、舜、禹，啊，甲通王之类个，好，啊，周文王有哪是？甲周武王，不过周武王到尾变了，有哪有较歹一点啊？因为周王死了后，伊阁用刀甲屠杀个安尼，好。啊，即么即个，那要甲讲起来，即、這个汉文帝甲汉景帝，即拢做明君，唔过去咱中国啊，阁无佛法咧。所以讲，即个菩萨倒来出世做咱即个国土内底，诶，即个君王啊。啊，那伫即个佛法的中间哦，应该古早以来的哈，上界兴旺就是即个东调，啊个南北朝，啊个隋朝。迄、那个时阵，足地菩萨的出现呢，拢有时阵住解到这个佛经安尼，啊个翻译佛经。譬如讲，这个到东玄宗，这嘛是应该菩萨来，啊个发现，这种东西是写托出经等来，啊个好这边翻译。啊，比如讲这个鸠摩罗什，嘛是拢菩萨，那无就是这个大智慧，而且个舍利弗。哦，这种总是伫这个人间道内底吼，拢总叫做善知识安尼。啊，咱即马过来甲讲，譬如讲这个，慧能大师，啊是在一个禅宗内，即在道统的继承者。吼、哦，因为我有甲看过，像达摩大师吼、哦，是观世菩萨来。啊，即马在拢总是在大劫来出现，所以在拢总善知识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事实还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这个除了因来人间，来人间呢，那伫咱东方这边吼，比如讲伊来人间创造咧搞的孔夫子，啊，创造咧搞这孔夫子，就是较早释迦牟尼佛来，释迦牟尼座下一个叫做如动菩萨来出世，因为又甲释迦牟尼佛讲。讲即个将来吼，同即个个佛法会同意，同意中间即个即如同菩萨家世尊讲讲，我先来即个个东土这边创设礼教，啊，即嘛等大家即个佛法同意了后，拄啊接袂着呢。所以孔夫子是如同菩萨的出世，啊，那是言言呢，是日光菩萨。啊，那是这个老祖是大家写安尼，所以我有这个看到这个经典的写安尼。哦，啊，那是讲佛陀已经要害去啊，就是世尊涅槃了五百年，一个他方佛来出世做这个龙树菩萨，啊，释迦牟尼佛。伫世尊涅槃了九百年，信徒往那边拜呀，因为已经经过一千年啊，这个佛陀已经强强往那边变作相法啦，啊，做弥勒菩萨开来出世，做梅地利亚，后来拢来人间，啊，这个无著对的开来出世，哈、啊，就是啥物人，就是大妙相，啊，那是无著因小弟啊，世亲。世尊吼，就是这个法华林菩萨来，再来出世，拢叫做善知识安尼。哈、哦，禅宗传承到这个个十九代十二十八代祖师达摩，啊，因师叫做破戒陀罗，啊，这么改只是讲这个世土已经无大乘的根基。叫他过来咱中国，现中国叫做支那。啊，伊来了，先要去大牛母地，
啊，因缘未合，因缘无地是兴趣消性，伊无开悟，即个自本性的空性，就是兴趣迄个福德，未了解什么叫做福德性安尼。啊，底下讲未好势，到尾甲堕掉回客，啊，就是团团甲六代祖，这拢总是叫做先天性。啊，六一、那个第六祖慧能大师，伊坐下。靠一挂怀用因即几个啊，啊个团来怀用团来发团妈祖得意，这当中叫做先知识呢。这个所在我认为差一个位哈，且差八种。因为慧能大师第六祖坛经有讲到先知识难遇安尼，啊，伊讲咱多伫新店吼，迄间好就是啊。民富啊，民富底下个做八关斋，啊，都一个南将吼，我那个我都出去伫外口迄个文书遐，文书遐我出去多一个女将，伫迄个女将是新德是新德，伊伫高雄过来新德个，啊，即马因大家这边拢总一贯得安尼，啊，即拄啊伫遐问咱这两个文书。讲恁对一贯道敢无了解呢？伊讲我无啊，对，我事多出来，我多出来安尼，就该讲一个相关一贯道的这个矛盾、甲错误、甲时空的问题。啊，多条公头半点钟了，搁一个南将我来，讲叔叔，我甲你先搞种结账单，讲金为物法，但是先知识。难顾安尼，啊第三句啊第四句，我即马未记准。啊讲即马是毋是先知识难顾？哈、哦，我讲先知识难顾，这是对，因为这里在东调，迄、那个慧能大师都已经伫六祖坛经都讲出来呢。啊讲啊想即马要安怎？我要安怎？先知识难顾，毋是无先知识。安听无？是难顾，安、啊、敢听无？无限知识是难顾安尼，用安尼变安怎？方便安怎？要顾着嘛，再看因缘。假使你今仔日准有顾着，你无迄个因缘，你嘛袂当去对伊担心有边个修行安尼。是难顾哦，唔是无限知识哦。因为即个就无得了，讲有那菩萨下生伫人间内底，给扭转这个。大圣佛法，我咧甲讲啦吼，讲啊，你较唔来，我讲等下听，讲好，我有用来听呢。啊，即卖一句就是难顾，唔是无前提性。安听话，当时慧能大师十九岁去拜弘忍祖师，迄时阵，弘忍祖师是前提性，慧能大师嘛前提性啊。但是慧能大师伊当作唔捌字嘛，所以大家你要看伊无起，因为现多十九岁呢，大家看伊无起啊。所以伫这个新秀甲慧能大师两个，在人拢唔知讲，独独干那慧能大师是先知识个。所以伫南龙壁间吼，唔多些弘忍祖师拢甲因讲讲。恁落去做一挂记，我看恁有开悟无开悟。那是如果迄个记多适合迄个空性，起码即个道灭传承就是伊安尼。啊，像即个心想着啥？心是菩提心，心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无数家真爱安尼。啊，无数家真爱唔敢。到尾慧能大师甲讲，菩提本无树，免惊会毁代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这样就大家感觉讲真稀奇。毕竟伊写的，拄啊破新秀大师的这个心是菩，身躯是菩提树。啊，这么这个问题吼，在文字上都语病的了。这么这句话吼，我有搁再加经过想。心如菩提，这句话可以，
但是菩提树就不可以了。身身躯是空性，即马注意听吼，身躯是空性，菩提也是空性，安怎样无？那是伊讲心如菩提是可以的，伊甲加一个菩提树。啊，所以这回应，但是我讲菩提本无树，菩提唔是树，因为菩提是道，是觉性，是空性。阿姨来讲，心如菩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安尼一句就中结了。安听好无吼？伊讲第搁再第二句，有那是心如明镜，明镜心如明镜，这个是对的。但你明镜带的不对啊！我重新思维了哈，我老用阿的那个思维，因为明镜归明镜。假使讲用明镜来甲讲，心啊，亲像台湾镜地，大台湾镜地哈，这样就可以哦。那是一做到家，明镜台、明镜甲明镜台都不一样了，哈、哦。所以重新，我重新给他思维了，他错在哪里？啊，所以慧能大师嘛讲，明镜会回台，因为明镜归明镜，台归台安尼。这个做面镜，安尼来甲讲面镜，啊，我要用到面镜，我甲用一个台甲夹咧，安尼面镜甲台两项，安对不对？所以假使讲心啊，像了面镜的台湾镜地嘛，好、哦，安那面镜台都不对啊。但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吼、哦，一个是讲禅修。时时勤苦学，无输家庭来。哈、哦，而且嘛，慧能大师在讲，本来无一物好输家庭来。但是在其他在寺庙地吼，大家拢傻傻的，唔知讲，即句话错伫对，啊，慧能大师的特色伫对安尼。在到尾唔敢分出啥，分出南屯北站嘛，对吼？南屯北站，南方慧能大师是顿教。新秀大师那边是占到安尼，到尾因为五祖弘忍大师伊前讲，今仔日你得法去了，可能有人会甲你害，唔敢甲叫半命先走安尼。好、哦，这大家我讲过啊。但这问题就讲在地主得着，在地主唔知讲慧能大师就是先地上，因即马过。北方新秀一个占教那边，足侪人对，啊对，即马因在人是咱当有一句讲，目睭迄个喇叭高咧，敢有一句诶，对吼？唔知讲伊的修行大师的身体上，所以对上对新秀大师，啊，像这新秀已经离走啊，已经走啊吼。即卖一定人在树下地头用，但是用伊唔知讲即个道的传承是觉净的，即卖要去甲请人家注意。啊，所以即个另外一个叫做慧明，成就着。啊，成就着中间吼，伊甲甲伊即卖正注意，甲放伫咧石头顶呀，伊秘伫内底，要好。现在做一表慧明客，怎么这个地方啊？慧能加慧明，有共人个无？无共人哈。啊，将迄个慧明，迄、那个慧明，他讲和尚我为法来，不如依来安尼。啊，将伊个出来，出来了，用我别来给请法迄个顿悟法安尼。而且这个中间，慧能卡讲，不殊善，不殊恶，假莫那时是明相者本来明白，对哈？安尼了，伊讲阿哥有较机密而无，讲密在那边，当然都爱你家己自我啊。啊，这了两个准离开，伊即马准，你敢知啊？有人个落尾着着，咱慧能阿哥伫个山内底哩。
准放火甲烧山，要甲毁灵，甲烧死安尼。啊，好个在，伊准秘伫一块石头下壁面，暗袂烧不死。烧不死了，你甲看，即阵苏兄弟，迄、那个心烦恼无断，还阁想讲一个善知识，因不但无了解，要阁甲烧死。安怎样吼？到尾烧不死了，慧能大师去温顿，含迄个怕辣的人做的，都温顿十五天，然后才出来呢。啊，出来了，你敢知？新秀那边的地主。搁再派一个行枪来要甲刺杀，按我慧能大师讲，我欠只欠你金，不欠你命。啊，到尾叫客人讲，准客唔得叫我借钱，后到尾叫走安尼。你去别位出家有一段时间，人袂记着你，才搁倒转来。啊，你甲想讲，即阵人。明明都有善知识，伊来加受善知识个调教，按当然将来都有真特色个即个个追寻出来。所以捌个人，像新会、怀勇，即阵人拢总有三四十个拢总正道。即个个新秀迄边无一个正道，安怎吼？善知识在当时东朝时代是有，但是歹古安尼尔。因都目睭许喇叭割掉咧，吼、哦，也是生白衣生来将，看到菩萨啥唔知影，就是因为因当时伫弘忍祖师遐时阵，真真正正无学甲得法，那无因都唔敢，因都袂安尼做。所以今日世间有善知识有无？有，我敢甲你讲有，但是难有，就是我有甲迄、那个即、這个。慧能大师这段时，我无甲迄个南将讲清楚。我甲讲，假使你遇到善知识，吼、哦，你嘛唔捌，迄、那个是善知识安尼。啊，你嘛袂当对伊讲，踮伊个身躯边好好咧学法。啊，现拄啊开始，大家要用午餐啊，我准就变安尼。所以，这个末法的时阵。因为这个正法要够重功，必须有爱善知识安尼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伫这个五浊恶世中，法师是真济，但是善知识可以讲嘛有安尼。法师真济，但是这个问题，今物爱讲一下哈。下师说法如恒河沙数，但恒河沙数这个下师。内中嘛是有一挂善知识，是歹牛呢。因为这个大乘佛法，一定这个命脉爱相传落，就一定爱有人来推演大乘佛法呢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善知识，应该是有那菩萨来的，还是讲这个尧舜禹通，好、哦，还是讲文武周公，按来讲，这拢总是咱人间。有那菩萨来显地性，还了解无？哈、哦！啊，做进来就讲人间天上，啊，是伫大众中，哈、哦，这两种有。所以，四天王天有初地菩萨，脱离天有二地菩萨，夜摩天有三地菩萨，啊，这个脱离这个倒数天的外因。我那有四地菩萨，伫个所在去教育啊，无这个名名会登记，安了解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么这个末法的时阵，已经足济人是下书说的如彼定如恒河沙数嘛。那么这个绝对这个名名未去登记，都、就是一定有特殊的人来传承大乘安尼，安尼这个法较未登记安尼，但是真歹牛安尼。啊，了解，有那是的因缘，有契合，安尼，都过去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做会过啊，啊，这么都有一个吸引力，啊，那不是没有的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进来在讲安尼，所以生菩萨生在生死中，随所住处，
无论是伫人间天上，还是伫人间的大众中，还是伫咧空间处啦吼，受赞叹还是受诽谤，无论安怎，伊这菩萨一定心安理得安尼，吼，袂惊吓，安怎样无？所以伊这种的人是戒行清净，行为正当安尼，吼。啊，言说应该都有一个真特色的这个佛法的特色，安怎吼？但是真实的智慧啊，甲低见，伊绝对袂叫错误去。安了解哦？因为今日你要度众生，你无智慧，无智慧的法师，可能都出差错。啊，那是真实的智慧，有正确的低见，安尼都袂记唔对。安怎吼？所以是咧，有的是性戒无智慧，啊，佮有的是安怎样呢？啊，佮有恶道恶名，吼、哦，可是有人甲伊诽谤啦吼。安怎吼？啊，伊有哪袂感觉惊吓呢？人家诽谤，伊哪袂感觉惊吓？啊，所以讲，即个有甚物？为甚物不惊不乱呢？因为心安理得。伊就家己知影，在这个逆境的五浊恶世中，难免会遇到在非类安尼，在非类的这个同参的道友、同门的这个师兄弟安尼，哈、哦，同门师兄弟就讲，比如讲，原在是三宝弟子，但是伊的境界就无到遐，啊，就自然起是诽谤，这是必然的啦，哈、啊，啊，甚至佫会加笑。啊，所以这样来滴讲，予人起笑，还是甲你加一个恶名落，应该有那不要紧啊。好、哦，伊不但袂惊，袂畏，吼、哦，心安理得，为为众生如行菩萨道呢。这个叫做啥？菩萨心上师啊呢。今嘛第二点啊，今嘛讲的是第八点，要注意咱的学安呢。所以这学安呢来滴吼。咱知佛法内底有一句叫“八方皆不动”，清寂苦乐，哈、哦，啊个离心非物，对一个菩萨灵的人绝对无动心嘛呢，甲你恶乐，甲你诽谤，哈、哦，第二行道的中间有苦有乐，拢总袂要紧啊，啊了解无？这个菩萨道，你将来要建立一个根基起来哈。哦要为众生努力，甲为众生牺牲，无论甚物款风，好个歹个，甲你娱乐，甲你踢笑个，你绝对个稳定你个心理安尼，唔通因为安得来变化，即、這个叫做不畏，无惊吓安尼。什么第八就是讲，骑石比如神雕像王，凌班大师心不疲极。菩萨应念，哈、哦，善调心果，令为众生作大利益，心无疲倦啊！要注意哈。所以咱应多，咱即马咱四方习惯入了啊，当然对这个法门无量习惯下，要有大无畏的精神。譬如讲落大雨，袂使无来；透大风，天气冷冻，嘛是爱前进。这是事实的哈，因为你将来要搁为众生牺牲的啊，为众生要度众生，会搁有真济困难。你若说讲无有一个坚决、勇敢的意志、甲心力，当时这个鸠摩罗什青年俩，因为因师父甲伊讲叫伊向东去传大乘。但是因妈妈是要二孝先家己解脱，两个母仔囝要离开，要离开的中间吼，因妈妈搁再要带舅母落去向印度去，但是伊即马向东土这边来，两个母仔囝要离开，伊舅母落去带一个青年俩，这个青年俩即马，伊妈妈讲，咱当一个印度二孝先讲无爱。我要弘扬大乘，
为几本的经典，我要向东土去弘扬。但是这个，伊阿未悟到因书见证，都悟到一个阿罗汉道。讲你这个囡仔吼，将来那是无变质。这个囡仔将来是咱人间道的大栋梁，因为伊的智慧亲像舍利弗安尼，就安尼甲讲。啊，但是这个囡仔那是要弘扬大乘，有足侪苦难会对伊行呢。好，伊的这个痛苦中会钉钉塌塌呢。所以妈妈不忍心一个囡仔十几岁啊，尔啊，到尾嘛无法度，因老母准去。搁再向印度行去学消行，到尾种三个，哈、哦！但是伊来弘扬这个大乘，因为伊吼弘扬大智度论，弘扬金刚经，弘扬维摩诘经，拢弘扬这大乘法。啊，所以这个中间吼，今仔日鸠摩罗什提的，迄、那个个热带吼，印度和咱中国。下一条小路安尼，不是跌来来去去，哈、哦，所以有坚决意志。但咱今学法的人，你既然有想讲要学菩萨道，你无学菩萨道，将来袂当成就佛道嘛？咱也毋是干那要求平安，毋是要干那求即个人解脱安尼尔。所以即马下面这段，就加讲这个，比如神雕像王，令办大事，心不疲倦安尼。我、啊、说这个叫做像王子，像王子像这个像，人伫印度弘历啊，地中间吼，一定爱甲教，爱甲教，教教啥呢？教教伊将来会当受着主人，教伊控制安尼。像王吼，唔敢变，甚至个无力，所以即句话就讲啥？这个像王在战争的时阵吼，勇往直前，领办克敌地形的大事安尼。啊，现在变像王，伊讲无论安怎落苦，创伤像王，有那是绝对非常坚强安尼，非常坚强。所以进来在讲，身躯伊嘛袂感觉疲劳。好，啊，所以即马真下面较讲安尼哈。菩萨有那是安尼，第二个，菩萨真正是安尼，因为菩萨有经过佛法的教育，有经过机关的熏修，这个机关长在迄个个，邦桥刚等有讲出来，应暂时即个停咧，卖讲，哈、哦，假使讲机关的熏修，恁来讲啊，机关是啥物货？恁搁在提东西，往角经内底有三段，恁搁在重新看，就是迄个禅那，哈、哦，三摩八提，啊个即个切摩他，即类似是安尼，好、哦，所以即马即个机关目前慢只教，但伊讲受着机关的熏修，伊有那会当先调先调好家己的自本心。但叫自本心了，舒服伊的心极明净。按照这问题，我怎么讲？这个机关善调讲用佛法六波罗蜜善调自我，善调自我了呢，心极明净了，极安定，啊，搁再有力量。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会当为众生作大利益，菩萨咯，任劳任怨，心无。批管安，所以你即马都要有学教有坚决意志，将来要为众生努力救度众生，绝对阮爱有这个精神，爱有这个像王的精神。所以任劳任怨吼，拢总袂使感觉野先进。你若感觉野先，你学无物件。因为安怎呢？菩萨爱为众生度尽无量众生，为无量众生无欲。欺负，哈、哦！啊，受到这个气候的关系，嘛是爱努力爱行，所以这个叫做菩萨亲像像王安尼。恁来注意哈，这点是已经会当从咱磨练到非常的坚固，磨练到非常有骨骼，有这个骨。啊，那无呢，可能就较无迄个骨。
这个家是在讲啥？将来正问题万家讲了吼，万家讲出家，你即嘛唔得学大乘学较好啊，将来佛祖给你转，转到将来有一个家出来。我怎甲人讲哦？真个众生无戒，安怎还无戒呢？是因为贪着名，贪着关系，啊，贪着金钱，已经拢无戒去啊！即马你甲看社会变安尼，事实讲到即阵人无乱去，吼无戒嘛无品，吼。这个品叫做德品，也叫做德格。啊，阮出家人，那叫做正格，啊，个正的正品啊。所以这里品叫做品德。好、哦，即卖众生差不多拢无在物件去啊，今仔唔该乱讲呢。比如讲，即类选举哦，实在是买票买到有够厉害的，知无？真正厉害哦！足严重的严重，比正常更严重。迄个都无假，也无骗，这事实的代志。但今仔日咱合法修行的人是注重这个假，比如讲出家人是注重真假。哈、哦，啊注重啥？注重精品，出家人的品行。一定爱下如来的戒行安尼，啊，所以书都一个真特色，和人无共。五戒你若有固着，你甲来受五戒；无固着，你就莫来。哦，书都有一个，这毋是搞怪呢，这是顺如来的戒律来去行呢。所以我这么甲注意讲，你今仔日若是有。合法合到到尾，你就有一个叫做技术格，因为技术就是在个技术嘛，就是讲你会做你厝边隔壁的一个模范啊呢，叫做技术格，啊个技术品，吼、哦，还注意这点嘛。爱安尼哦，佛弟子爱做个安尼哦。佛陀开给你穿善男子啊，善女人啊，那无是啊，个无这水准，佛陀未给你叫你善男子，叫你善女人，不会这样子。哈、哦，这点大家注意哈。现在咱就训练起来，训练到将来都是有一个格啊，格怎么这个格不是啥叫菩萨格啊，个菩萨品啊呢？安怎无？哈、哦？这些人多久了，就是需要你训练，才让你成就这个菩萨戒跟菩萨品了呢、哦、所以现在来再看下，现在下面再比如莲花啦、树根啦、哦、啊跟流水，现在来、哦、佛陀再叫一句徛下，比如有珠莲花、哦、生无水中，水不能中，菩萨有你生无世间，以世间法所不能有安尼。而且伊安尼讲，即卖用莲花来比如，莲花比如讲，如果有莲花有青的、有红的、有白，这紫色的莲花，伊拢总对妇女出生的，因为莲花的清气性哦，伊唔是生伫山顶面，伊是生伫水窟啦。安怎吼？啊，水库啦，如草，肥分如多，伊开出来莲花如大蕊，啊，如清芳安尼，啊，今嘛搁再看下。所以这个，但是呢，伊伫水林呢，啊，伊水袂甲黏伫伊个身上，水袂黏伫伊个叶安尼。落雨天吼，落个较大。莲花的迄个叶都无水分，迄、那个花都无水分，应该大家捌看过较对，敢捌看过，拢有看过。你去莲池甲看，皆落雨，一点一滴伊都落过，落过，落过，落过。叶啊，伊也嘛未新，新还最新掉嘞，直直落过，直落过。啊，即嘛了，咱来看，
生在世间吼，咱即马讲菩萨有哪是安尼哦？菩萨生在即个世间，难免有啥有即个需要衣服、衫裤，啊，佮需要有即个食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叫做衣食住行的代志。因为爱有厝通住，啊，佮爱有即个个交通工具安尼。但是彼此往来的代志哦，啊，相互谈论的事，譬如讲在家菩萨，咱嘛是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个社会，有一个亲情亲族。但即马即个一切代志，唔过呢，菩萨虽然行无世间，即马我咧讲哦，行伫世间含社会的众生皆斗阵。才会当度到因。若是告诉你单独，还是一个团体去山内觅咧，讲要修罗汉道就好。迄当然含这个世间的这众生无接近。安、啊、听吼，我今仔日若是无行菩萨道，我当然伫高雄，我未来到新店，含咱这大家接近。好、哦，就这是安尼哈，未当接近呢。但是即马来吼。这个个虽行有世间，但是这个就是在世间范，未甲污染掉，绝对未污染。不过凡事有那是半下啊，无得讲。要污染啥？我阁甲恁讲一个，那是真正菩萨道的人，未去咱这地主的厝，未去。啊，那未去，去哈，恁会误会。除非厝人都有需要，师傅去安尼，安尼师傅才会去，若无袂去。足侪人有请师傅去，一遍就去随风，啊随风一个百货店，就较紧办两块桌，啊办两块桌，厝边隔壁拢叫足侪我来供养安尼，我过来我都唔捌啦，这代志我都唔敢去啊。到尾，这个火车道，台北火车道，一个技师叫我去，我不去；叫我来江镇加青山边，我不去。啊，搁在一个路上吼，卡达是伫迄个屏东县政府有一个职员，啊，就调伊伫台北县，有人来请我去，我那不去安尼。好，过来我都唔捌去到在家中的处理啦，用来我那坐来呢。讲好，我找一个时间，经过两个外月。伊搁再去请，我那无去安尼。搁再请三遍，我拢无去。到尾迄个女将煞总无来听经安尼。但是，咱伫山顶需要一挂树木，树木我即马唔着去迄个个产木遐买。啊，只产木买呢，咱个地主足侪伫产木林。一个当技师，伊迄个女菩萨啦，就是因同修。方叔啊，你都来到这时，那唔爱入我来得济，分无啊，正好无爱恁厝啊，哈，拢是安怎？因为我去啊，你都你一包红包做两包，啊，都摸到四五粒的西瓜，我再等来，我不爱去啊，哈，安怎样哈？啊，再用到书包袋，伊要收，伊拢伊要甲恁存，我买，恁若是要搁甲存吼，我无爱委托你要收安尼。无我含你约束，那是我要爱树啊！你家己有诶，因为伊栽十家诶树啊，哈、哦！那你有诶，你发心；那是你无，你买，你照先照敢买我这家树客钱安尼？那安尼我甲要委任你买树安尼？伊讲好，最末就两个人就约束，因为佛即个个出家师呐，叫在家中买物件，等于人爱误会，安听无？爱误会。所以我就准含伊约束安尼。啊，所以这问题是安怎讲？我正甲人讲吼，这个个当然出家师呐，含这里在家中打成一片，会当摄受，叫做四摄珠。安尼来呢，在家中大家有一个，敢若像这个个小可有一个感情，这是功利的感情，听无？佛法师道的感情，不是其他感情哈。当然，因就会我来吸收这群人，我来听经。啊，若告诉你家己稳顿伫这个山内，总讲足侪地主相信你，可是伊嘛无方便定去山内。
安尼等于师父的教育，弟子教育袂对啊。安了解吼，都教育袂对。譬如讲，咱来新竹设一个讲堂，恁就是周边照讲是四十里来吼，你拢一定爱听师父讲经安尼。好啊，所以即马即问题多差别者，哈。伊即马即个出家师含在在家上，安尼就不时去打成一片。有啥物功德爱做，有啥物代志要创啥，但是绝对袂去哦世间话所污染安尼。好，即句话是去讲安尼。啊，但是即个污染就讲金钱污染，还是即内心有各种的即个问题污染。好，即马注意这点哦，即个是阮家己爱珍惜家己。即个有这因缘，但是你徛在出家所立场。你也徛好掉安尼，吼、哦！所以真来的确讲安尼，心性啊，个是清净解脱的，未使有其他污染掉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真来的确讲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吼、哦！即马最重要是个比如安尼，出污泥而不染，这点比较重要。所以这个出家师虽然在人间弘法，因为人间弘法，这个五浊恶世，这社会这问题。可能会变心，有的人是会变心。譬如讲，有的徒弟要请出家师去餐厅吃饭，有的嘛去啊，啊，佫敬，得佫敬爱吃啥吃啥吃啥。好、哦，这是有那有啦哈，不过一半个呀。但今仔日在家地主，那是讲师，今仔日都有来，你就来阮遐吃饭安尼。阮出门拢装大便当。你敢知？当时要来到这吼，有一段时间是有去吃一个素食餐厅暗顿嘛。啊，有新一个王基素露、王素梅，对吼？敢袂记得？王素梅记得吼？去饮料公司里暗顿来，阮只食食，较去刚顿。迄个时阵有一段安尼，因为来到这吼，青素无当食。做一个王基素露、王素梅讲素，你来阮家食饭，我款两盒菜给你配安尼，啊，甲过来，现改成伫倒啊，伫这个，无啊，现都搁去走南走北的吼，无固定位，有一段时间是安尼，吼、哦，迄段时阵有安尼，啊，但是村内阮出门拢做食便当安尼，啊，这样这个代志是给讲安那，这么这重要就讲。穿一定袂使含世间的这个在家中，哈、哦，安尼有可能到其他问题出来，这个污染，哈、哦，所以今来在世间不对世间话所念，这个叫做真真正正，甲叫做出世安尼，好、哦，都亲像莲花，伊生长伫污泥的中间，无去染着污浊，嘛袂去沾染到这个水分。这个是个讲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家己爱积在精格加精品来得人，我嘛希望咱这个地区吼、哦，演寿书加演禅书，卖随便去领导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听无？那真正有需要，都无去买晒一啦。好、哦，譬如讲厝里有老大人已经接病，出家师需要去帮忙，你来去。安听无？延禅师甲延寿师，告诉咱这地区，比方咱的地主的士大，已经受接引啦，需要咱两位去帮忙，你袂使无去，代替师去安尼会使呢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进来对讲，出家师伫这个世间个方法，世间的道场叫做工课，所以对袂使染着民间的这个习俗，这个习惯性，这个是给讲咱的。安尼记好哈，即马搁再来哈，徛下，比如有人发愁，哈、哦，今在凡圣菩萨应你，方便立言，方便立果，随断结束，有善根爱，凡圣三界。即马即个叫做求根的比如，比如讲有人去砍树。哎，砍树那种波头，啊，那无得用锯啊。对迄樟树啊，锯啊，断了后，吼，只是干会当砍伊个树叶，啊，是讲树干、树根，既然还佫伫咧，
树根除了了，伊甲树骨、树头一滴咧，伊搁再会生出来呢。会生这个枝，会生这个叶。即嘛，这个是用这个树啊，给比如菩萨。即嘛，这段时间呢，好，咱休息十分钟，弥勒尊哦，好。